一個人可以同時間中意好多個人，冇咁大不了。佢哋要嘅愛太神聖，所以要結婚。又結完婚，稍有差池就百陷一境。我揀你唔係因為你有幾叻、幾咁大方，而係無論我哋有幾咁壞、幾咁黑暗，我哋都會為對方照單全收。一啲先係我哋想要嘅愛情，咁仲使乜結婚啊？